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，但我对他有信心。今天我要集结我的重庆车友们，开着这辆全新菲斯塔 N Line 出发去天眼洞花林景区，体验一下惊险又刺激的岩壁飞拉达。现在我们已经集结，准备出发。先来浅浅看一下外观，这前脸啊就很猛，黑色宝石前格栅，来变个魔术。隐藏式蜂巢宝石 LED 日间行车灯，还有蜂巢 LED 后转向灯，一丢丢的小惊喜。尾部想要好看，必须要翘臀，人家也有名字，赛克西翘臀，这外观还是很有设计感的。双边四出排气，原厂的运动感拉满。哎呦呦，这里还是一个小宽体呢，塔前是红色的，轮毂是双拼的。看到它有没有觉得轿车的外观也不是那么千篇一律了呢？别以为性能很好的车内饰就不行，看看它呢，10.25英寸智能双联屏 D 字形方向盘，钢琴式按键 N Line 运动专属座椅。只能说全新菲斯塔 N Line 的运动基因太强了。现在我们把它开起来，重庆山城公认的8D魔幻城市。不过呢，还好我们这次有全新的菲斯塔 N Line。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呢也很给力，像现在的山路还有我们上午的高速路段，它的 FCW 前方碰撞预警以及 LDW 车道偏离预警，还有后方交叉防碰撞辅助，都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安全的到达目的地。就算是在这样的山路上驾驶也完全不用担心，它的 1.5T 发动机还有200匹的马力呢也是相当的给力。红色一键 Sport 加模式按下去立马切换到赛道模式，像这样的弯道指哪打哪，毫无压力，赛道级的操控转向很精准，即使是山路也能轻松应对。不愧是赛道上调教出来的车，是不是意想不到？我把挑战极限的机会让给了驴驴。我是第一个。